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美国西部战争电影《大战三一号》，野心勃勃的骑兵队指挥官麦凯布将军基于个人的政治考虑，派遣一支没有经验的骑兵去进行一场表面上的光荣战役，其实是要牺牲手下来成全自己的战功。于是这支完全没有经验的士兵被派往西部与印第安人作战。骑兵队长哈罗德在临走之际和女友告别，新组建的骑兵此时都在火车站等候。一个士兵从睡梦中惊醒，大家都在嘲笑他是不是被印第安人追逐。中士格雷戈里向骑兵队长哈罗德报道，人员到齐，可以登上火车。他来到候车室，首先检验了这些千秋各色的士兵。安东尼在回话时没有尊称他为长官，而被哈罗德训斥了一番。他告诉这些人，上阵杀敌，总会有人死掉。瞬间这些人严肃起来，没有了笑脸。很快这些新兵到达训练营，骑兵队长要让他们加紧训练，不久他们就要编入战斗序列。哈罗德带领他们进行马术训练，作为一个骑兵，没有了马就什么都不是，如果遇到敌人会死得很惨。这时麦凯布将军骑马奔驰过来，哈罗德向他行礼。随后将军召开了军官会议，他们将由六个步兵团和一支骑兵队找到印第安人并摧毁他们，这次机会他不能错过。哈罗德的骑兵队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士兵，他们不会骑马，不会射击，如果再去战斗更是很糟糕。但对于将军来说，他们的死活与他无关，他只想通过这次战争从而得到无上的荣誉。哈罗德在训练士兵之余去了伍德夫人那里，谁知两个骑兵队长都喜欢这个女人。在伍德夫人的住处，哈罗德和索尔两个人大打出手。荒凉的西部本身女人就少，尤其像贝格尔饰演的这种大美女，两个男人为之而战很正常。就在两个男人打斗的时候，将军命令索尔前往堡垒，但是哈罗德依然不依不饶，又一次扑向索尔。由于将军催促他，索尔只能作罢。麦凯布将军为了自己的光荣和利益，他依然激励索尔一定要竭尽全力为他战斗。这一天哈罗德带领骑兵队深入蛮荒之地20公里处，但是他们一把武器也没有带。他们在一处峡谷中遇到了阿帕奇人，士兵们没有携带武器，只能与这些土著人硬碰硬。但是哈罗德则显得不慌不忙，骑兵一个个的被他们击倒在地。然而这些阿巴奇人所持武器都是一些木棍，根本造不成骑兵队的伤害。骑兵队长告诉他们，如果这次是真的袭击，整个骑兵队就会全军覆没，在接下来的真实战斗中就不会这么幸运了。新兵们在明天要加入地点的队伍中，重视告诉他们不要错过点名，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之前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于是他们去了一个酒吧，那里有香槟美女，他们可不想错过。在一个高档餐厅里，索尔向伍德夫人求婚，然而他并没有想好要嫁给索尔。安东尼在酒吧里的消费已经使他担负不起，一个男人请他离开这里，他却揍了这个男人，最终他还是被扔出了酒吧。路过的两个队友看到他正被暴揍，于是也加入到了打斗的行列。由于对方人数众多，他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回到军营的安东尼吹响了号角，就连将军也被惊动了。安东尼告诉他们在外面被人欺负，于是索尔、哈罗德和中士等人去了酒吧，索尔也是先礼后兵。然而酒吧的人却奉劝他们离开这里，索尔等人来这里就是要教训他们，双方就此打了起来。虽然哈罗德和索尔是情敌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依然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。最终索尔他们全部把酒吧里的人打趴下了。马丁因受伤被一个当地的女孩所救，然而马丁却爱上了这个善良的女孩。因哈罗德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城中找伍德夫人，就在骑兵队紧张训练的时候，伍德夫人去了训练营。她告诉哈罗德，她并不喜欢索尔，她喜欢哈罗德的幽默感，甚至喜欢他的爱尔兰的脾气。经过上次的事情，哈罗德并不想伤害索尔，他拒绝了伍德夫人的爱意。训练结束，骑兵队要奔赴战场，
开始搬运物资。由于他的退出，索尔得以和伍德夫人在一起。在晚上的舞会上，哈罗德和伍德夫人跳了最后一支舞蹈。第二天，所有骑兵队聚集在营地上，他们的女人为男人送行，但这些女人都是军官的夫人，士兵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。哈罗德最后一次和伍德夫人告别，长长的骑兵队驶离军营，去和印第安人战斗。骑兵队行驶在西部大草原上，远远看去，行进的队伍宛如长蛇。这次任务本来还有霍夫曼将军的人马要来支援，但是急不可耐的将军想要把这次立功的机会包揽，只要发现了印第安人，就立刻发动攻击，不需要等待霍夫曼将军的到来。持续两天的行军，骑兵队终于发现了印第安人的踪迹。这支队伍并没有多少人，将军命令哈罗德的人马去追击他们。但是当他接近印第安人的时候，印第安人突然从坡下冲出更多的人马，一时间哈罗德骑兵队开始慌了起来，他们就是这些人的诱饵。这时骑兵队只能下马迎战，所有人排成两排，他们所骑的马被牵到后方。印第安人开始冲锋，哈罗德命令士兵们同时开火，瞬间冲锋的印第安人被击落马下。麦凯布将军说好的要支援他们，但是现在人不知去了什么地方，没有支援，哈罗德只能与敌人死磕。一波又一波的印第安人骑兵向他们冲锋，但又一次次的被打退，眼看防线就要被突破，哈罗德命令士兵们撤退到悬崖处，那里地势高，便于防守。撤退中，两个未来得及上马的士兵被印第安人杀死。撤退途中，他们要越过一条小河，紧跟其后的印第安人向哈罗德他们射击。这时的索尔骑马赶来，与哈罗德并肩作战。之前他被派去寻找印第安人的老巢，将军想一举歼灭他们。骑兵队成功过河之后，立刻展开反击，没有优势的印第安人只能撤退到岸上。他们再次寻找有利地形，向骑兵队展开攻击。哈罗德命令士兵们形成一条线，这样可以虚张声势吓唬他们。由于他们的水全部喝完，士兵们连续作战需要水喝。哈罗德与索尔携带水壶到河边取水，在返回途中，他们遇到了印第安人。经过两人的搏斗，五个印第安人被解决。然而索尔却不幸中了一刀，他拔出胸口的尖刀，应声倒地。哈罗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了霍夫曼将军的到来，他们如期到达。然而战场却已成了众多士兵们的坟墓。影片上映于1965年，是导演萨姆·佩金帕被放逐期间编剧的作品。他不只写了剧本，还是原本的导演，后来被阿诺德·拉文替换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本片的可以看完整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